它超级超级宽大的，而且呢它是冰丝凉感，穿下去会冰。还有呢再来呢，不论是胸围腰围等等任何地方都 OK。 最漂亮的地方在哪？在这儿围桃心领，然后做一个不会太宽但是又能够看到漂亮的锁骨。有些人喜欢黄但他不喜欢太黄，好，所以呢他就是喜欢像我一样选用这种，但是一样是非常非常显白的。它真的紧不了身，它贴不了身，因为它太冰凉了，所以它不会贴在我们的身上，你放心吧。我觉得这个颜色是非常美丽的，然后也非常好穿搭外套的，然后你要扎不扎我觉得都 OK。 其实这个颜色搭黑色纱裙跟蓬裙啊，或者是提花裙都超好看的哦。你看这灰色搭下去多美丽，然后再来你们可以看到它是有点这样透肤透肤的，所以呢所有的海外粉丝你也不用担心这很热，完全透肤冰冰凉凉的感觉哦。等等等等，这次的四个颜色超漂亮，很建议大家包色。好，包色真的是很美，然后灰色超级有质感，蓝色黄色也是有质感，黑白色不用讲了，就是百搭显瘦的一个颜色咯。